破有史以来，超级啊，所谓超级夜总会两年以来纪录，安怎讲呢？落后不剩下哦，乐队的二楼。老师，再起来，起来，刚才给拍的照的哈，张老师哈。哇，哎呀，哇，本家是要去三楼，哟，还是三楼有人大。林俊杰跟邵大伦拢真会唱歌，拢是经过歌唱比赛考验过吼。那么你的朋友要听什么歌，有什么心内故事，咱来讲出来，大家参考，顺便来用歌声解。疏解你的心情，来，孙楠又唱了。旁边有位帅哥哈，大哥您好哈，是是是，啊你在地吗？我是咱家国校的校长。啊，校长好。咱刚才看到校长拢足惊的哈。对啊。我迄摆看到校长，我嘛真惊。校长，你这个所在服务呢，感觉安怎？咱这个地灵人杰，有处处在高人物呢。哦，这真有人情味啦。是是是。啊，咱的囡仔，咱的家长拢真重视教育，尤其是咱慈惠宫吼。哦。咱的委员会，大概啊，拢啊来支持咱办个国秀。哦。所以咱的社团呐，有十几个。安尼哦。啊，不过因为咱的支持，所以咱的成绩拢真赞。比如讲，咱的国乐团呐，当年拢得到。全国冠军啊，特别得到世界吼，即摆是得全国的全国冠军，掌声鼓励起来。是是是，阿杰要来跟几个什么歌啊？来分享一下。因为吼是安尼啦吼，啊我是云林人，是啊我国中就去台南读册，啊师专去花莲，离乡背景，啊这边去金门，啊咱做老师来台北。哇！你算抽签中奖了，对啦。所以人讲，迄个这漂泊的男子汉哦，我是流浪的男子汉。碎了，碎了。啊，所以我感觉伫这个所在吼，啊，我的父母啦，啊，拢伫庄卡，是啊，拢无咧个，无时间当个友好。尤其是八年前，我爸爸过身了，变我妈妈一人伫婚姻吼。是啊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吼，来点一条吼。伊上喜欢的歌，因为啊，伊是咱超级夜总会忠实的咱的观众，所以我喜欢点一条伊上喜欢听的歌来。多几条，多几条。这条歌叫《忧愁的牡丹》。哎呦，哎呦，来妈妈是一位忧愁的牡丹。男女对唱哦。我妈妈爱听这条歌。哦，这条歌真好听。忧愁牡丹原主唱人是这个红英红。红英红。好够型的咯。哦，你也太像了吧！你是一个好偷声哟。我问过我妈妈，我妈讲伊嘛唔知啊。喂，虽然我讲，啊对，阿杰来声嘛是英雄嘛，是是啊。啊，但是这个老应该是江蕙唱的，是男女对决部分。台顶哎，江蕙，阮电话卡咧，卡住一通诶，无接啦。都请不来，还是分麦啦。哦，这是江蕙，哇！情歌，哎呦，阿你外赛不？人是江蕙，你是低会贵，你冇听。来，两位拢哇嘎吼 ，OK， 来破下去的，又抽一波单。有这样的吼。在梦中有看你，白色牡丹含泪泪，敢是花开不着时，情来一寸花香味。
哦，郝定元妈妈哦，谢谢。徐徐欢迎吗？希望妈妈会喜欢。哦，我刚才听到咱可丽姐在唱歌的样子哦，是，我是你妈妈的啦。我妈妈细汉的时候，少年的时候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是啊，哎呦呀！啊，恁爸爸诶，少年时候有像我呢不？不要勉强人家，拍谁拍谁？编导，诶，拢编导。谢谢谢谢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爸爸妈妈呢，相信了，感受到讲哦，这个做囝才有才情。哦，为社会教育哦贡献这多，一定也足欢喜的哈。谢谢，大家共同打拼哈。好，感谢校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